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《重生八零媳妇儿有点辣》，作者宝庄城，主要播音素素清扬君言讲故事，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。第767集。奶奶怎么忽然想起把存折都给你了？周成接过来一看，整整有9000块。让他和夏小兰拿出9000元来不难，银行定期存款一年的利息超过8%。周成的钱，夏小兰投了20万去和陈细良合伙搞服装品牌，还剩17万，夏小兰是分开存的定期。周成是去年夏末把存折交给夏小兰保管的，现在都3月份了，再过几个月，就这17万的定期存款都能拿14000元左右的利息。周成肯定不缺钱，但因为剩下的钱存了定期，夏小兰给周家二老和关慧娥两口子包的红包都是他自己掏钱，加起来不到5000块钱，对夏小兰来说不算什么，掏了也掏了，他从武行长那里带的款子，生意上没全用完，不也又反存回去了吗？存款利息基本上能覆盖贷款利息，把钱傻捏在手里才没用。夏小兰倒腾来倒腾去的，几千块钱不是负担，她也没打算到周成面前邀功。周奶奶收了她钱，却给了她更多，这下夏小兰就要好好解释了。因为夏小兰和周成能很轻松地拿出几千块，周奶奶却不是。老太太除了退休工资和晚辈孝敬的钱，可没有什么外快。早几年周家二老还要补贴儿女们，今天周成在听了老爷子的话，怀疑二老的工资要贴补的可能不仅是周家人，还有老爷子以前一些战友啥的。老爷子虽然做到了很高的职务，总有一些人到退伍都是普通士兵，若是留下了残疾或者干脆牺牲了，家里人的日子还咋过？生老病死需要花钱的大事，周老爷子不知道也罢了，知道了还能不管吗？这两个存折真是周奶奶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。周成怀疑这已经是二老大半的家底了，没给周姨，没给他，还有几个表弟表妹都没份儿，直接塞给了小兰。老太太自来偏心，周成知道的，但偏心的如此明显，肯定事出有因。夏小兰竖白旗投降，就是过年给二老包了两个红包，我说是你送的。周成都不知道该说啥好，心都要化成一滩水。做了好事不邀功的也就只有他媳妇儿。周成记得邵光荣处过一个女朋友，那时候邵光荣刚参加工作，还挺喜欢那姑娘的，说是带回家见家长了。周成还以为邵光荣够年龄就会结婚，哪知道后来听康伟说见完家长就分手了。不是邵家没瞧上棒打鸳鸯，邵家按规矩给了足足的见面礼，也没嫌弃姑娘是普通家庭出身，第一次上门就拎了几斤苹果，因为苹果是姑娘主动买的，邵家和邵光荣本人都觉得姑娘懂礼貌。邵光荣笑得见牙不见眼的，康伟说他遇到了真爱。邵光荣当时也这样想，就是见家长后吧，女朋友总闹脾气，邵光荣搞不明白，那姑娘也不明白，自己都暗示的这么明显，邵光荣还装傻，干脆和邵光荣直说了，买苹果花了2.3块钱，邵光荣家条件好，他家条件差，邵光荣居然不体贴他，没说主动把这2.3块钱给他。然后呢？周成这故事讲的，夏小兰着急想听下半段。周成看他一眼，一开始邵光荣还以为是女朋友在开玩笑，他单位能包三餐，平时身上也不用揣多少钱，他掏光兜里只有2块钱，却都给他女朋友了。男女朋友之间开玩笑吧，真的把钱接了？接了，接过去还强调了几遍，还差3毛钱。夏小兰无语，故事讲到这里根本不需要问周成，最后肯定是分手了呗。夏小兰低着头皱着眉，好像没想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姑娘。
周成其实比他更不懂，怎么有像他媳妇儿这样大方的。要说成长背景，邵光荣带回家的那姑娘起码是京城本地人，不比夏小兰以前在乡下强。周成生活的圈子里混得好坏的干部子弟都有，混得再差的周成也没听过谁会占女同志便宜，处对象要花钱，买单结账的肯定是男方。邵光荣当时也没少花钱，把对象领回家去，邵家也是给钱给礼物的，没给怠慢，到头来女朋友连三毛钱都要和邵光荣算清楚。邵光荣寒心不寒心？肯定寒心呢。后来邵光荣再处对象也不提结婚了，大家你情我愿的好一场拉倒，没一个带回家的。这事儿对邵家有影响，原本不看重门当户对的，现在觉得门当户对比喜不喜欢重要，都能安排邵光荣和佟丽丽相亲了。这不仅是影响邵家，闹了这么一出，圈子里是人人自危，都怕自己儿子脑子发抽，给领回来一个小家子气上不了台面的。就为了三毛钱至于吗？周成把手掌放在夏小兰脸颊上。所以你说奶奶为什么要给你这个存折？周奶奶不知道周成做香烟生意赚了几十万，这生意本来就是钻漏子，周成没肆意张扬。他提了营长后每个月工资才破百元，营长以下连长的工资一个月才80元，他奶奶算来算去估计是觉得靠周成的工资攒不下2000多元，是夏小兰以周成的名义给的，就把自己的老底都掏出来贴补给夏小兰了。心疼夏小兰，也不愿意让夏小兰破费。周奶奶也没想错，周成虽然有钱，红包却是夏小兰自己给的，周成的钱都存了定期。对比下邵光荣广为流传的三毛钱段子，周奶奶这个老底儿肯定掏得心甘情愿。别管夏小兰是不是要在周成面前讨好，老太太承认了夏小兰孝顺。哪知道夏小兰做了好事，原本连周成都不打算告诉，周成的一颗心啊，融化成液体又蒸发成气体，他整个人都被包裹在幸福和骄傲中。小兰是我媳妇儿，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媳妇儿，我要一辈子对媳妇儿好。夏小兰被他吓了一跳，还在大街上呢，周成忽然就喊出来了。这时候不算晚，路上还有行人都扭头看稀罕。周成挺着胸膛一脸骄傲，好像在大阅兵上接受领导的检阅。瞧见他得意的样和身边漂亮的夏小兰，不知道哪个单身狗特别不服气。有啥得意的？我要有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，我不止这辈子对她一个人好，我下辈子也对她好。人群里有人点头应和，随即捂着胸口难受。大兄弟这就扎心了，别说漂亮的媳妇儿，有媳妇儿就不错了，还挑漂不漂亮？只要是女的活的，包管像小祖宗一样给供起来。